机场工作人员热烈欢迎，喝彩声四起。在东京奥运夺金的举重女神回台湾了，粉丝热情高喊郭婞淳忙着挥手回应，还不小心撞到红龙柱。郭婞淳戴着口罩，笑容藏不住。这次代表我国出赛，不但担任掌旗官，更旗开得胜，在女子举重59公斤级拿下首面金牌，凯旋归国。 虽然我经历过，天成加油加油加油！有经历过受伤，然后挫折，也有经历过低潮，也有经历过高峰。那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对。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 郭婞淳三度闯进奥运殿堂，以总和236公斤成绩夺冠，衡水银牌19公斤，跟3破奥会纪录，站上颁奖台，热泪盈眶，让国人为之动容，也成功完成自己的金牌大满贯。想要尝试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虽然未能成功，但是我觉得这给我一个可以在为下一届奥运来做准备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尽管在停止挑战世界纪录失败，但倒地瞬间的超萌灿烂笑容，充分展现运动家精神。奥运夺金，梦想成真，让世界看见台湾，也记住来自台湾的笑容。未来也会积极准备各项世界比赛，继续为台湾争光。记者刘志展、彭新美，台湾报道。